以声音交换声音，以岛屿呼唤岛屿，欢迎收看心灵岛屿。今天是心灵岛屿第16集的播出，我们欢迎王希晨老师。你好。王希晨呢，他呢不止新诗写得好，散文写得好，而且他有一项非常特别的功能，我们都叫他武林高手。谢谢。来，你介绍一下你自己。所谓武林高手，在武术部分我比较专精，而且花时间比较多的是内家拳。那内家拳里面有三大派系，就是太极、形意跟八卦。那这三部分，因为内家就是往内去求，正好可以跟我们的文学可以互相呼应。哦，所以你最近在创作的类型就是以功夫诗为你的主要创作。功夫诗是一部分，但是大部分就是在练武术的当中体会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，然后用文字去表达。因为以前我们写文章的时候叫做文以载道，那我会武术之后会特别提出一个叫武以载道。那武术本身一般叫做武术，可是进入比较多元化叫做武艺。那进入到比较高层次称为武道。那道的部分就是武术的武以载道跟文以载道是相通。OK， 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话，因为你等于说是两者相辅相成就对了。是，对。那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就是你的功夫诗。是，谢谢。也就是你所谓的武道。对，这些精神哦。那我想知道说，为什么开始创作功夫诗？最主要是因为写诗的人最重要是感受，那么感受是从生活来。那我的生活里面，尤其是退休之后的生活，武术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元素。那么在这一部分的话，在生活里面，就是因为我时间花得多，所以在这方面的感受就会比较多。然后因为你退休之后会放下很多东西，那就会往精神层次跟内在的层次去追求。那从武术就是所谓的肢体的部分，到到你内在的东西，到精神层次，就会这个部分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心理活动，所以就会想写。那你的功夫诗的主要精神是什么呢？功夫诗其实主要就是在表达，就是一个身体所呈现在武术的不同的状况之下，那人在那样的状况之下会产生怎么样的思考。譬如说太极是属于安静，在安静的时候，因为你同样一套拳来说，你会在这里面打很久，而且很熟悉，所以根本不用记招数，甚至招都已经忘了。忘了以后，你又内心有很多东西在动。那内心在动的时候，就会产生一些感觉，譬如说挥发、漏液，还有其他周边的东西，会给自己一个内在不同的感触。所以这个精神的部分，我们用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讲法，就是说它是安静下，就是安静，就是安静下，让你自己安静。在诗里面，对，因为安静下来你才能够进入写诗的一个情绪。你人不能安静，写出来的东西也没有办法进入到深层的情绪部分。 对， 对，就写不到深的地方去了。是的、那我想知道说你的功夫诗的内涵，就是说它主要的内容有哪些？因为我功夫诗主要是要在内家，就是所谓的我刚说的武以载道跟文以载道。那这个精神其实是传承自以前像孔子讲的文武缺一不为道。也就是从以前像唐朝的时候，像李白，李白人家说他是剑仙，也是诗仙。他本身写了很多诗，就有所谓的诗里面有武术的部分。像杜甫他本身写的那个公孙大量舞剑，像王昌龄写的一些一些
就是类似侠客或者是边塞，都是带有那种武术的那种色彩。那武跟文之间，它会给那个诗有一个不同的那个元素在里面，它会多了一些属于侠的东西，属于勇气的东西。那这个东西是我们所谓文人比较缺乏的那种元素。所以这也就是你的诗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。是，它还是具备了一些武道的精神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一定的。OK， 好。那你刚刚提到的这么多家啊，就 是那所以你不同的这些包括你的武术是不是有不同的写法？没有错，像太极拳的话，因为太极拳是属于松柔，所以它打起来要非常的松柔，松放松的 松柔软，柔软的柔。那人的身体就是要松，要柔软，松柔软下来，你就能够肢体一松柔就会安静下来，你的情绪，我们武术称为就会比较气沉丹田，气沉丹田，我们的精气神就会起来，精气神起来的话，你的思虑就会非常的敏锐，其实我们写诗的人最重要就是敏锐，所以太极拳的特色就是在松柔当中产生一些柔软的东西，所以它会出现。那等一下我会试一下朗诵一下台语的那个太极拳的部分，看它跟诗怎么样去结合。那另外所谓的形意拳，它就是刚好是颠倒，是比较刚猛的部分，呈现一种武术的那种刚，硬打硬硬挡，就是直截了当，表现那种勇猛、豪侠那种个性。那写出这样的诗，那个节奏就要比较快，所以那样的句子就可能会比较短，那个节奏它的比较短一点，然后让它的整个的运行带有一种气，比较快的那种刚猛的气势。那太极的话，就可能会有一些比较长的句子，像柳树一样柔柔软软，慢慢慢慢慢慢。那另外一个叫做八卦掌，八卦掌刚好太极跟形意两个的中间，它不会太刚也不会太柔，但是它要走转，就是走来走去，所以走转又是产生另外一个思维，就是我们的头脑要去转，我们的肢体要去转，是这样的不同风格。所以三种功夫，你看你的写作的方式不一样，还有整个精神的领域的层面就完全不同了，身体的姿态柔软跟身体的姿态刚硬，跟身体不刚不柔呈现出来的内心也会产生不一样的。这个真的是我们这外行人是真的不知道的时候就不知道那个门道哦。是是是。所以这个今天让你来诠释这些，我想以后大家在看功夫诗就更能够了解。是是是。那通常你在写功夫诗之前，你会做哪些准备？通常我会产生写功夫诗的时候，都是我自己在练功夫的时候。那练的时候，因为你招已经练得非常熟，人家说所谓的千锤百炼，所以你根本就是忘了招。那个时候会有一个思维进来，那个时候的思维进来会酝酿一种情绪，因为我们写诗就是要酝酿一个情绪。那些思维在那个情绪里面，如果有那个感觉了，可以结合跟我的生活或者是周边的，我们通常都是会跟周边的，譬如说里面的树林啊，树叶在动啊，松鼠跳过去啊，或者是什么，那有些东西，大自然界的东西就是跟武术它是相结合的，因为武术有的是取大自然的金木水火土，就是无生物的形态，另外就会取动物的形态，像龙虎猴马头鸡摇燕蛇各种动物的形态，那这些外界的东西跳动或者是影响，就是会影响你内在，包括你那个动作产生这样一个呼应的时候，会有一个感觉，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，再回到书房把这种感觉用文字去呈现出来。所以等于说你要写之前，你还是先自己，对，先在动，在整套打整套打一套，对，打拳，然后去感受，去感觉。了解。其实武术是讲做天地人嘛，那我们所谓写文章的人，也是人立于天地之间，所以我们都是在处理一个空间跟时间的问题，人就是在空间跟时间之间在活动，在不管是地球的公转或者自己的自转，或我们武术也是这样子。那这些东西一产生不一样的感觉的时候，我们有感触会非常，因为我们写文章的人感触会比较敏锐，所以就可以把这种感觉把它写出来。了解了解。哇，那真的是
需要真的是练到一个对练到一个层次，初学者大概没办法写出来，因为他要记招法、哦、都乱了。对啊，那这样的情况之下，那这样的功夫师，你觉得有没有办法推广？功夫师有没有办法推广、啊嗯？我是觉得就像我刚刚说的，李白的诗啊，杜甫的诗啊，或者是王昌龄的诗，那你要不要去推广？就是看那个人本身有没有练武术，有没有运动。我们这样说好了，假设喜欢运动的人，他不一定叫做武术，他可以把一个不同的元素放进去，譬如说网球，譬如说篮球，譬如说其他，我们这样讲的文学叫做静，那其他的这个运动部分不只是武术叫做动，就是比较动态的那种诗，他因为他带出来的活力会比较积极面，不会像现在天气非常冷、嗯、我们就是想到李清照的凄凄惨惨冷冷清，可是我们学武术的人那个气是非常的强烈、嗯、所以他会比较正向、嗯、比较阳光、嗯、会比较朝向勇气啊、嗯、啊积极啊这方面思考，对对，所以如果有运动的人心态蛮积极的人，我是建议都可以来写这种所谓动态的诗、嗯、类似武术你把它归为换为变大动态的诗，对，变大，因为武术太狭隘、嗯、真正能够武术、嗯、而且精通而且了解到变成武道的人、嗯、其实不多、嗯、不多，所以真的要一定要到达那样的一个水准、啊、层次、哦、深于其中才能出于其外。 对， 对，那现在你在，我知道你在武术方面你有在教学，是的，你的学生当中有没有可以写的？哦，有，可是他还没到那个层次、uh-huh. 对，有大学的教授、uh-huh. 有公司的副总、uh-huh. 也有比较年轻的学校的老师、uh-huh. 但是问题都是他们练的时间还不够长。了解。那像学校的教授他本身是学儿童文学的、uh-huh. 他是可以写、uh-huh. 可是问题是他还没有感受到那个程度、uh-huh. 因为有时候我们产生一种想法想要去写这个东西，那种要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意念跟热情。对，那有些东西你还不是很了解的时候，其实你是不敢去写。嗯，所以等于说要写这样子的功夫诗的话，其实不止你的文字要好，你的功夫一定要到达那样的一个层次才行。这是站在一个怎么样的观点、嗯、就像小说，嗯，有人喜欢在小说里面加入香水的元素，对，可是有一部法国小说叫香水、嗯、它纯粹就是要很懂香水。对对，我说的意思就是说不一定是武术很厉害的人才可以写武术、嗯、你可以从 Google 找谷歌先生查很多资料、嗯、然后把那个招啊什么什么融进去、嗯，那个叫做间接经验、嗯、那我现在所说的东西叫做直接经验，因为我们写作都不排除任何的直接经验、嗯、或者是所谓的间接经验。那如果你可以写武术方面的，你本身有练，那直接经验，但最好因为你深入其中如香水一样。嗯，那如果你不行，你只是谷歌先生教你的，你就找谷歌先生那样子写一个间接经验。所以，但是问题是这样写出来的话就只看到招，看不到精神的神。应该这样说、嗯、因为我们文章需要用很多的元素，对，那你使用那个元素到底要用到多深、嗯、多广、嗯、多深入到那个里面，更变成一种你要所要表达的东西，就看你自己。有的人只要浅浅这样带过就好、嗯、譬如说很灵活、嗯、他就想到活泉活形的、嗯、像龙一样这样中正的，像虎一样威猛的、嗯、他就借用那些名称或者那些动物的形状或者是招法、嗯、去呈现他想要表达的。有的人只要这样就好、嗯、可是深入到武术的部分，他还必须要到他像我讲的太极，你必须要到阴阳啊、中定啊、虚实啊，那里面的真正的内涵，就像我在讲香水一样、嗯嗯、我懂，就是有的只注重形啊、哦、是，那我觉得你的功夫是已经注重到那个真正的精神，叫做意，意要进去 okay, okay. 要不然就变体操了。对对对对 对， 對，了解啊、哦、这个，那我们想听听看是你的一首功夫是 好， 好，我来朗诵一首台语的，刚刚、嗯、有提到说台语诗的部分、哦嗯、太极刚有提到、嗯、那我就试着朗诵一首太极的。好，那太极里面有一招、哦嗯、就是叫做蛇身下势，就是蹲下来、嗯、我记得那个朱敏的雕刻也有一个就是这样整个人下来的。對對對，那这是在讲我们人、哦、人生到一个比较
中老年的时候那个姿态就要放低。对，那其实也有很多时候放低谦卑或者是尊敬别人，其实是尊敬自己。所以我主要的心态是在做太极的这一个部分，放低姿态，那人要放松，要放柔软，往内在去求，这样来书写。好，那我就试着练看看。好，诗的名字叫做现时我屈给诸事，意思就是说我保持低姿态。 OK，我的生命到这个阶段，就是类似卦象里面的潜龙在田，我已经在底下，我不飞龙在天了。嗯，好，食甲小夸有悔，个性开始定掉陷阱，温顿入太极拳，心沉寒暑，阴阳开合的深山拿来，放风吹无定掉的虚花风神，无失。我连一粒胭脂找到沉稳的理由，无紧无慢，无爱姿势徛遐悬，硬曲曲，敢若一只戆鸟徛伫别人注目的树头，简单就中着冷箭。趋势会当偌低就偌低，上好是一寸烟，暗夜形体，互高高在上的人看拢无。我连亏心。献开一粒罗壳合嘴，内面有时间甲经验，请用的珍珠。虚假对手若成真，我着颠倒放空，一粒触控面板，立入伊的意念珍惜，随时同步。一悬我低，我失伊虚，千斤对引入我做王的宇宙，伊就一粒流星共款。不会处理的哦，就是比较描写人，其实要放低姿态，要谦虚。像我们练武术的人，我们常常在讲一句话，就是说“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”，对对，永远有人比你厉害。所以你像我们现在聊天是说，我可以说武林高手，出去我只是说，我对武术有兴趣，不能讲高手，因为学武术的人都喜欢比划比划，试看看你功夫好不好。那有时候我们一出手。就可能就会伤的。武术其实，所谓武术哈，它是健身、养生、防身。在防身的时候，它一出手就是要破坏对方的生理机能。对，所以武术的第一个字是破，甚至破坏的破，甚至就是伤，伤人家的伤。伤害的伤。那讲的更直接，你说残忍的残。嗯。那因为让对方这一招就惨了以后，他就不能够威胁你。譬如说，像在捷运，在今天我做捷运，假设碰到那种状况，我赶快过去就把他打伤、打残了，他就不能去威胁其他的人。在某方面的意义上，它就是一种破坏。了解，但是那个并不是你在练的主要武术的一个，那是为别人去破坏。了解，那就破坏是为了保护。对对，你不侵犯我是不会侵犯你。对对对，那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它是一个侠，不是一个魔，魔就不一样了。了解了解，所以侠跟魔是不一样的。当然当然，这个要记得哦。我想学的武术，应该还是宁愿当侠啦哦。因为有些像。报纸报的那个地方是有些人练的什么某种拳很厉害的什么某某拳，然后就是去做奸犯科做了什么事，说有练拳的高手怎么样子，那就太糟糕。因为你练武术是在冷兵器时代把身体的功能发挥到极致，现在都有枪啊有什么的，其实除非你是空手啊，不然你能够又能多厉害，对啊对啊，挡不了一颗子弹。对对，好，非常谢谢王锡成哦，今天跟我们谈到了这个武术功夫师，那么让我们真的是大开眼界啊！不敢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喽，谢谢您的收看，谢谢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